情绪，我是手工达人小玉。每期节目呢，都会为大家带来一个有趣的手工玩具。那么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玩具呢？就是这个，它的名字叫做惊险迷宫。外表看起来很简单，但是要玩起来还是很考验我们的耐心还有观察力的。现在我的手上有一颗弹珠，我们把它放进去，看它能不能顺利的找到出口呢？怎么样，是不是很有趣呢？下面我们就动起手来，一起挑战一下吧。刚刚的惊险迷宫是不是非常的惊险和刺激呢？好了，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。每期节目小玉都会教大家做一个有趣的手工玩具，
你也可以推荐好玩的玩具给小玉，在我们的视频下方留言评论，小玉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哦。好了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，拜拜。